平时第一个修行修什么？第二，修行的总纲领是什么？第三，修行从哪里下手？行是什么？行是行为，行为再多，不外乎三大类，就是身、口、意。第一个，身，身是造作。第二，言语。第三，起心动念，包括他的妄想，甚至包括他做梦。意没有口相应，算是意业的想。我只想的量，没有真正去做，这就属于意业的行为。行为再多，不出这三大类。古来的高僧大德，从哪里修？从起心动念处修，修行得力了，行表现在外面是意的行。身的行为，身的造作，身也行为，言语、口也行，心里想着了，还没有说出来，没表现出来，这是意业的行。起心动念已经控制住了，算不算行为？有意业行为，没有到口，从哪里起？你说我想，你想什么？想没动手。这是意义，口没表现，没说什么，手没动作，没表现出来，一律都算是意义想，我有这个意思。我没有发出动作。如果这种行为只有自己身口意动了，与别人没有干涉，没有相干，这个行为属于你个人。如果虽然是跟别人没有相干，只有自己借业也有轻也有重，也造业，
不能说不造业。我的身造业，给身上看，给口干涉了，用口去骂人，用口去责备人，意有相干呢？有，意可能你有欢喜、怨恨，从那里发泄，反映在身体某一个部位上。他很认真，念念不忘，这叫造业。所以叫修行什么？你在外面能看到，外面看不到的，心里头结业，念念不忘，怨恨、欢乐、阿赖耶里头结业，念念不忘两桩，一桩是恩惠。他念念不忘，一念是怨恨，他也念念不忘。修行要把这些东西从内心里面化解去，化解的干净，化解的彻底，痕迹都不留。这修行功夫得了，佛法的修行教我们把不善的永远的忘记它，把善的永远怀念它，断恶修善是要用行为来表现的。我们自己的受用跟一切有怨的众生化解，知道恩怨，也不是真的，是你把它看成真。真的在哪里？找不到啊！恩怨化解掉的好，修行是希望把一切怨恨都把它消除，一点恩惠提起来，恩怨只有恩惠，没有怨恨，这个世界多么美好，人跟人生活在快乐的世界，
没有怨恨，纵然是误会，跟我结怨，他跟我结怨可以，我跟他结恩，他用这些来测验我，我有没有？有，这是做人应该有，人与人应该有恩的，是正确的。人与人的怨悔、怨恨是错误的，错误的要化解，正义的应该常常求的报恩，没有报怨，报怨是怨恨，报恩是恩德。修行人要把我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一切的恩德找回来，一切的怨恨统统化解，化解，这叫真正的修行。我对人有怨，不求有回报，我对人一切有好处，希望这个善的好的年年增长，善增长，恶业忘掉，这叫修行。断无我修善，善要增长，恶要除掉。这叫功夫，这叫修行，把错误的修正，把怨恨的变成恩惠，人与人在一块相处，要想亲兄弟，要培养亲爱亲者，冤亲债主总是要求早一天把它化掉。我这一个月，我这一个星期修的是什么？断无我修什么？断一切无，修一切什么？好啊，人人都能够积德修善，人人都能够原谅，这世界都美好，那就是诸佛众神的国土，是我们天天所向往。我们天天想西方极乐世界，为什么要想那个国？阿弥陀佛给我们介绍，是他无量劫到今天所修成的
帮助我们顿悟修行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修求生净土？没有别的。听说那个地方只有善没有恶，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办的学校，办的大学，我们到极乐去成就我们的道业，成就我们的德行，学习的环境好，其实在好在哪里？修行环境好，你身口意三见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，完全是美好，是与阿弥陀佛所说相应。我们的要成就完美的身修一三业，哪里修最好呢？极乐世界。我们为什么要修往生？极乐世界没有一样不善，身口意三业都是，十方世界一切善人都在那边学习。我们今天有这个条件，多么幸运！我们把念佛、修善、行善，统统以极乐世界为标准、为目标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这个地方尽善尽美。无非是找一个修行的环境而已。现在环境知道了，要努力啊！我在那边等你，你在那边等我，修这一句佛号，修成就了。所以专修弥陀念佛法门。修什么我们知道了，行的怎搞呢？修行难下手，念佛下手，行住坐卧，一切事一切处总不离开阿弥陀佛。所有一切遭遇都是我们的最真善缘，时时刻刻都在那教导我们放下，放下，放下娑婆世界，放下诸佛刹土，一念总念阿弥陀佛，总愿往生净土。我们这一生
就成功了，所以就当生成就的法门。我哪里都不去，我只要到极乐世界，一切诸佛刹土我都得到。这叫下手，下手处。我们帮助一个同修申请的，我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他一定来帮我，他会想到我帮助他，他用什么报答我，帮助我求申请。修行从哪里下手？从哪里下手？从念佛下手，从读诵《阿弥陀经》下手，读诵净土三经一论下手，经典不读。修行就是纲领，不读方便手段，只有一句佛号。不要以为太容易，太容易的，我们才能下手，我们才能取得成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。